比较长时间的下去下去蒸调。
这也是夏天客人很喜欢的一道菜，好多客人喜欢点这一道，因为夏天一到，刚好是火龙果的季节，所以它很受欢迎。这些花都是可以吃的花，之前有一道菜叫红藜麦啊，那个红藜麦海鲜炖饭，对不对？红藜麦海鲜炖饭，那红藜麦也都是台湾菜吗？